罗特双钢带式连续复合压机，钢带采用进口马氏体材料，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表面粗糙度、厚度、宽度等。全自动纠偏功能可将钢带跑偏量控制在正负两毫米。原材料 PEEK 等高分子材料和碳纤或玻纤由放卷机送入复合压机，通过对物料进行预热、加热、定后、冷却等工序，生产复合片材或板材。定后系统采用伺服液压对产品进行定后，合金模块均采用进口配件，最大限压可达到100千牛每米，厚度调整范围0.2毫米至120毫米，压力随原料厚度误差通过压力自我计算并自动调整，实现成品厚度均匀。预热区采用欧洲进口搪瓷加热板，最高温度可达400摄氏度。加热区采用电磁感应加热，可在2小时内升温至450摄氏度，温控精度为正负2摄氏度。遇冷区采用低于260摄氏度的导热油，对成品表面初步定型并进行二次定后。初步成型后，通过上下水喷淋对物料进行冷却并持续施压，在最短时间内将物料冷却至40摄氏度，确保成品不变形。罗特双钢带式连续复合压机凭借超高性能及稳定性，被各类高分子复合材料、蜂窝复合板、三明治复合板、复合地板等复合材料及建筑材料用户所选用。罗特钢带与钢带传动系统的创新者。